啊，这个同学问的是，这个给冤亲债主啊，播放《地藏经》，中风，悉念法师，啊，这是我受过了这些，像《无量寿经》《十善业道经》呢，鬼神都非常喜欢听，啊，那么放的时候，你有的时候感觉到这个阴气很重，这个不要害怕，啊，你要跟他沟通。你要对他很有礼貌、很尊重，对这些鬼神，啊，鬼神对你就很客气，啊，我们要，跟鬼神也要和睦相处啊，也要平等对待，啊，所以最重要的是尊重，啊，那么你这个磁场气氛呢就非常好，这些鬼神都变成你家里面的护法神，啊，所以你不要害怕，啊，对你有好处。决定没有害处，你以佛法供养他，他会保佑你们。好，现在时间到了啊。